大家好，下面给大家介绍这款充气胸垫。这款胸垫可以根据自身胸部的大小进行自由调整，可变大可变小。胸垫充气的时候需要连续按压这个充气按钮，在充满气的时候，它的最厚处可以达5厘米左右。在放气的时候，需要用指尖按住这个排气阀中间的圆点，同时挤压胸垫完成排气。这款胸垫非常轻，重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它具有耐压的设计，即使大力挤压也不会出现爆裂、漏气等现象。胸垫携带十分方便，使用简单，非常适合小胸妹子的使用，而且它具有防水的设计，下水也可以使用。